借助大数据进一步夯实民调工作。目前我市疾控机构对所有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流调报告进行暂时处理，对新发现的线索严格流调。公安、卫生健康、工信部门依靠大数据对重点场所同源人员详细追踪其行动轨迹，扩大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的筛查范围，确保将可遗传人员都纳入管控的范围，坚决切断传播途径。疾控机构对来源不明人员加做血清抗体检测，分析研判传染源头，对可疑人员坚决不放松。全市各相关部门联防联控，全方位无衔接无遗漏的复原阳性检出者的轨迹链，梳理密切接触者，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分层完善行踪、接触人员等所有信息，做到同餐同住同行同消费同娱乐同就医的六一掌